这里就是我们的 SMT 车间，占地约2000平米，按10万级净化标准建造，拥有恒温恒湿的新风循环系统。目前一线工人约有80人 ，PCB 板的月产能超过了100万片，可以满足捷昌全球各基地的订单需求。线上都会配备这样的 3D AOI 检测系统，对每块 PCB 板进行100%的检测。这里是我们的焊接工作线，所有的元器件均是无铅焊接，满足欧洲 ROSE 的要求。我们即将投入使用自动插件机，真正做到了人员减半，产能加倍。